Two questions. Please state your representing publication as well as. 那么我们呢，向公司提供一些战略和运营上面的建议，帮助公司在。各位，虽然2008年第四季度整体经济的快速下滑，加上11月底公司出现的危机状况，使国美的经营经历了巨大的挑战，但我们的各项业务依然保持了市场的领先地位。 那么我们希望呢，能够制造，能够产生出一个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结局。那么另外关于它的状况，实际上说实在话，我和在座的各位了解的情况也差不多，可能你们的渠道比我还广泛，我能知道的和你们知道的应该不会比你们多了。 大的股东就是贝恩，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股份的这个持股量的一个可能性？当时与这个国美谈判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想着做最大的股东？我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。